我曾經睇過一個故仔，我覺得嗰個故仔對我好有啟發性，所以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。美國喺內華達州有一間中學嘅入學考試入面有一條咁嘅問題。美國著名企業家 Bill Gates 嘅辦公台上面分別有五個有鎖嘅櫃桶，而嗰五個有鎖嘅櫃桶分別就係貼咗財富、興趣、幸福、榮譽、成功五個標籤。而 Bill Gates 只會隨身攜帶一條鎖匙，而另外嗰四條鎖匙咧，佢就會鎖喺一個櫃桶入面。咁究竟 Bill Gates 隨身會攜帶邊一條鎖匙？同埋嗰四條鎖匙會鎖喺邊一個櫃桶入面呢？一個啱啱移咗民去美國嘅香港留學生喺考試入面睇到呢條問題之後，一下子拗曬頭都唔識答喎。究竟呢條係一條英文題啊，定係一條數學題呢？佢出資都冇答到。考試完咗之後，個學生即刻去問咗佢嘅擔保人，即係學校裡面嘅一位理事。而呢一位理事話俾佢聽，其實呢一條係一條智慧題，問題係冇標準嘅答案，亦都唔係出自喺書本上。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根據呢一條問題自由咁作答，而老師亦都根據每一個人嘅觀點嚟比分。而老師就認為，雖然呢個同學冇答到呢條問題，但係至少都代表咗佢誠實，所以就決定憑呢一點俾咗一半嘅分數佢啦。而令佢最唔明嘅就係，隔離嗰個同學明明答曬呢條問題，點解都得一分呢？究竟嗰個同學答咩嘢呢？原來那個同學的答案就是 Bill Gates 帶著那條鎖匙是財富櫃桶那條鎖匙，而另外那四條鎖匙呢都是鎖在財富這個櫃桶裡面。後來這個留學生 send email 回香港，說自己已經知道了 Bill Gates 帶著哪一條鎖匙，還說凡是答到這條問題的人都會得到這個大富豪的肯定和讚賞。其實大家都不妨想想，究竟他是帶著哪條鎖匙呢？說不定你還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添。据讲，后来有一位香港的学生登入了那间中学的网站，很聪明地发现了那个网站里面记录了一封 Bill Gates 向学校发出的信。信里面有一句写，在你最感兴趣的事物上隐藏着你人生的秘密。每个人追求的东西都不同，而我自己就觉得兴趣是大于一切的。就好像我刚刚入行的时候，其实父母都有反对，咁我自己就用我自己嘅努力啦，去证明俾佢哋睇我嘅决心。咁而家其实佢哋都好支持同埋信任。其实我好开心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有兴趣嘅工作啦，亦都好希望大家好似我咁揾到自己嘅兴趣，享受喺工作上面嗰种满足。